只老鼠而已。六千多血了，那只是小王了吗？前面还有一只，两只。那家伙会重生吗？会。那他根本就是小王当小怪在用，糟糕。还会死倒吗？分开了。是臭毒瓜哎！一万一哦，这个血量越来越夸张了。全是史莱姆，等一下再过来。
要先探这里，那三朵垃圾毒蛙。之后不先探这里的话，之后要过来还要再杀那三朵。怕了哦，知道怕就要掉，早点掉下来。哎呦，哎呦，还好，错手直接被烧。哎，找到了。十分者结局会怎么样？还没有反应呢、啊。看一下哦，站着在这边撞到头破血流有什么用？我有5个诅咒温床了，他怎么都不要。去查，只是一直在撞头位。先和卖虾的流氓讲话，我有了。你先去找卖螃蟹的人，卖虾子。虾哥，我们在哪里？这个地方，标一下。去虾哥的位置看。那条路是关于十分走一格。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所以那条路下次可以不要走。太早弯过了。
哦，要射工具人，他会不会飙到我？哦，这里可以。有人入侵呢。Hello。你两下而已，夏哥不见了。没有，先来找虾哥就不见了。那原本虾哥在的地方呢？在这边了，没有过去。Marikist。所以虾哥不会过去了。是这样子吗？惨了，这样剧情我攻略对吗？虾哥没有过去十分钟，就先找来打我。讨厌，十分钟也太弱了吧？跟王不能比，王妃她的造型这么杀气，还有多强？听到两声脆响，然后有人就灭掉了。哎呦，那个大箭会射过来！哎，又来了。没关系，这样比较快。对，巨人真烦。虾哥根本没有过来。
他根本不会过来。去找食分子看看。There you are. You warded off my. Despite the curse, no one has succeeded in that before. How?That you are, in fact, it is my flesh. Give me your blessing. Defile my flesh again until a curse countless or ensue. Hundreds will be reborn. A few of those will be born just like their rotten foot. My corporeal flesh. Give it your blessing until a curse. My corporeal. Give it your blessing until a curse. My corp. Give it your blessing until a curse.那点在哪里？还要再跑一次。真麻烦。那先去拿主灵角。去打主灵之王，拿主灵角。这么暗，
那个是抗什么？你怎么蹲在我旁边啊？哦，烦死了！靠腰，这次的那个水滴好笨。欸，水滴不知道做了什么事，突然间就把他踩了一个重伤了。然后他又回血了。靠腰，多少？24000。好了，24000正常。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很多。唉。男女七人剑换掉了。那就变永动机了，对不对？应该是的。然后打完的时候，再把那两颗换掉。刚刚阿宝不会对他放这一招吧？所以主灵之王才会大扣血、大爆血。不要闪！
怕什么？我现在可以一直，我现在这样子可以一直放哎，因为不怕练，不怕扣血跟痛。我真的变超级永动机了，这样好哦。推土就用这两个，然后打完就再换护符。现在我永动机了，只要不要有那种立即的致命之围，基本上我的续战力就非常的强。但是魔耗还是很快，干糟！嗯，手了，对的，手不会再伸哦。切，他怎么直接死了？啊，被我烧死了。那完了，没有这个结局了。哎，救了！哎，十分者嗝屁了。其实我们也要杀十分者，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火箭把它烧死。那算敌对的哎、欸，哎，少一个结局。还好星星完成。那我看，我除了正规结局以外，其他就不要解了。
这怎么出去啊？这怎么出去啊？哦，有两只。死一死吧，你居然跟着要爬下来。喂，我绕一圈回来了。敢想到十分钟我就郁闷，居然被烫一下就死掉了。怎么会有人那么烂？自己跑来打我，然后还被弄一下就死掉。这里有点太高了，好像不能跳。但是我想要试试看，没关系啊。
是从这跳吗？哦，真的，是从这里跳。但那台阶也太窄了吧，烦呢。我打几次了？我不是被怪物杀的呢，我都是死于地形哎。不太想要再往前走，找其他路吧。这不动了，我为什么要在这边清这些粪便虫啊？哎，这里我来过了吗？
我从这个地方掉下来，然后走上面就绕回去了。原来如此，浪费我的时间。那隔后面怎么去啊？后面有路吗？哟呼，开个门。没有。这里我来过，哦，出来了。地方那么空旷，却什么都没有。我以为至少会打个王呢。好闷的区域哦。那如果这里掉下去的话呢？哎，也是回来这里吗？所以说这边是可以直接跳下来的。那化粪池这个地方，化粪通道这个地方，我应该逛了。
里面就比较重要的就十分者而已，就被我烧死了。哎，越想越肮脏。这还有一条通道，这里不能直接过去，对，然后就从这个通道下去啊，前面已经逛了。什么狗屁敌人在哪里？处处是陷阱。这地形杀有够无厘头的，不知道该怎么讲。他放枪一点都快把我杀死，我还没什么意见。原来有根管线在那边，那要不是巨型杀的话，你们咋杀得了我？靠腰，我们射不出去了。那火放不出去耶。哎，他藏在墙壁这边哦。怪不得我刚刚都没看到。因为没有锁定到，所以你们才活下来的，不，不是因为你们偷袭我就可以。蟑螂。怎么还有啊？那都从哪里来的？躲在管线旁边阴人是不是？这小怪不痛，但是没有看到他们在哪里。
看墙壁旁边有没有。他躲在木箱里面，气死了。这家伙不搞偷袭的话，根本就打不死了，气死了！妈，什么烂东西啊！底下的管线可以跳，我原来躲在这边偷袭了。这边的路开了，这下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火龙虾。这龙虾太大只了，不太能跟它硬扛。龙格的球具，我不要拿这种东西啊！我正大光明的跟他打。
管线上面不知道有没有东西耶，我是直接跳下来。有东西，哎，有东西也当作没看到啊。哎呦，幸好我有看到，不然路又白走。这边一条路，这边也一条路。那我另外，我另外走，坐地下道这个比较先。这是不是有秘密？没有，亏我还直接走下了，底下也不能跳下去，管道。怎么是幽灵呢？哎，惨了，这个是会无限复活的。复活的速度也太快了，最好离远一点。想偷袭，然后刚好遇到一个我不怕你的人，你怎么那么倒霉啊？喂，干，这有什么意义？你就不要走另外一条路。什么东西在那边喷？喷只怪，还有一只，没了。
016，这没什么用。没火，水哦，我的火焰这个时候帮不到。做什么的？对黑道刺客有用。无敌紫波，不要拿。我是九欸，啊，机关呢？啊，机关呢？没有机关。黄是不同的区域。这里晚点再，晚点再。长得很像，但是不一样，它会让人家搞混。
还以为又回到了那个一开始的起点，其实不是的。很会设计哦，啊，做主。哎、欸，不对啊，还是一模一样啊！啊，没有没有，不一样，这个地方没有墓地灵感。要跟我说这边打一打，然后门开了以后是龟速看门犬的吼，那我会很堵然哦。可以这个样子，哎，回到一开始的地方了。这才是一开始的地方啊！回去把其他区域清掉，因为门已经开了。它是有很多相似的场景，层层叠叠的合在一起，也会让人家有一种置身迷宫、镜像迷宫的那种错觉。但其实不是，它很多地形啊，以前都有出现过，什么地下墓穴啊，对不对？他连刚刚那个地方都复制一只死掉的那个什么恶兆之子在那边，想骗谁啊？有一个层层叠叠的迷宫，滚进去滚出来，没有怪，只有一只而已。你们可以死了。Hello， 你在跟我招手？
欸，这已经是第四轮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个场景了。那这边会回到哪里去？要回到这里来了，把跟前面那只杀掉。应该都清光了吧？我刚刚不小心把那个食粪者杀了，干，我少一个结局了。怎么办？怎么办？就下一轮才能解那个结局啊！不能怎么办？他可以被杀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这么哇咔，被我打一下就死掉了，我还清光级而已。不是啊，重点是他不是都在那个里面，他怎么可能被杀？我已经到王城地下道了，不了。哦，他会出现在那里啊？一走进去，他坐在椅子上，然后就死掉了，就被我弄死了，才轻轻打一下而已。干，那你打他干嘛？看起来像怪啊，没有啦，他是被我身上的火焰烧死的。哦，了，烫一下就死掉了。如果他烫一下没有死掉，我还可以去结缘教堂忏悔。烫一下就被秒掉了，我也没办法。那你是用什么火焰烫他？不会那么痛？啊，就火焰了。没有，我现在不是法师啊，我现在都是用祈祷在打，所以一过去他就被我的火焰给净化掉了。哇，小啊，祈祷有这么强的火焰？对啊，好，可以秒杀哦。哎，哎呀，但是这里，少一个结局啊！存档也用存档救存档也救不回来。
他真的好弱、哦，那个十分者、啊，怎么会把他这样？重点是祷告，祷告哪有这种？祷告人的伤害也太夸张了吧？那个火是怎样一烧烧死人？我是觉得他是吃他的血太少，跟我没有关系。够夸张的，他大概只剩不到一百滴血吧，我再猜，砰，烫一下就死掉了。哎，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啊。嗯，我发现，对，断腿有这么大只的，更金龟啊！干，都快要破关了，就少一个结局。再播一波呗！你这个红土的地区也太难走了吧？什么东西啊？红土啊，需要从这里传来的。嗯。没有东西嘛？我刚刚是被什么东西骗上来的？哪里难走啊？等你到圣树城以后，你才知道什么才是恶意的设置。那边的迷宫靠北难的。他不会理我吗？啊，这里就可以下去了，怎么会这么蠢呢？干！靠腰，真的是专干蠢事。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你都不跑主线，在那边跑支线。对啊，跑着跑着就……那主线我不，主线我一直狂跑都跑不完了。结果你一直跑支线，那主线要跑到什么时候才跑的？
哇，这一次改的真的超好，光是探索就诚意满满。那烂边是要怎么跳？骑马跳吗？好哇，这路要怎么走？感觉是这个地下道的特产。嗯，这个塔掉下来就啊，干，被青蛙喷死了。二十几万的魂没了，二十几万对你来说很好刷吧？对啊，我现在不需要。啊！我操！好悲啊！这个地形怎么那么烂？我现在没有在，我现在没有在，没什么在刷等级，因为后期的王几乎打一下就是秒掉，那个血量再拉高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就不练了。血量再高都是一下的事，尤其是女战神，啪啪两下就死掉了。你打完他啦、嗯、打完了，那么厉害。我终于知道那个粪金龟红色跟白色的差别是什么。嗯，所以是什么？啊，红色就是会给你水的吧？好像是，白色就是有战绩的。好大胆，居然敢偷袭我！哎，我昨天看到实况组啊，戴一顶帽子很好看，然后我就去刷那只怪，看会不会掉那顶帽子。结果你猜我刷多久？我刷了六个小时，我刷了六个小时，它才掉。哎，盖尔坑道，所以我整整六个小时都在打怪，都没有在跑剧情，就为了刷那一顶帽子。这单机游戏而已，居然掉落率设那么低，是要给谁玩？这是什么东西啊？而且我发现打宝的时候一定要带那个银金龟，然后还要把那个点感应点数撑高，那碉堡率才会高，不然它几乎都不掉了。所以为了它，我去洗了点数，把那个感应全部洗到，然后还带银金龟，这才刷到了，还刷了三个小时才刷到。
有够难钓的。觉得这一代的魔法其实也就初期好用而已。好，我没有在用魔法了，我现在已经转了。对，我知道，我是说魔法就初期好用，后期还是很好用啊。后期拿那个雅兹勒彗星蹦一管 BOSS 的血就没了。但我总觉得我错过很多支线。啊，解不完的。野兽野魔正在战斗。哎，这个是什么支线？水幻村。奇怪，那是什么东西？哎，你有拿到野兽野魔野魔吗？嗯，有啊。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哦，这里就是杀那个的地方了。叫你要打王了。那一只灵船在那里了，那后期还会，它到大雪山都还会出现。我在大雪山遇过，它会叫那个大哭。对，这里面的乌龟会不会咬人？哎，这个东西就这样啊、哦，绿龟护符。所以这个乌龟能不能杀 啊？算了。奇怪，那个掉那个东西是什么？啊！恶兆柚子像，哎，原来是道具，找半天。原来这是这么弱。靠，我的祖灵也太强了吧！我都还没给他升级。祖灵哪里强啊？那次到后面有够没有用。我现在觉得不好用了、啊。你现在在那个地方还很前期耶、欸。水幻村啊。对啊。我想也是，这里不是才第二张地图而已。对啊。所以那边的怪都很弱。我学院已经进去了，我就想要不要先打学院。我已经把灰石龙干掉了。灰石龙，我就用箭慢慢射，然后就把它射死了。是哦，我是近距离砍。我发现打龙有诀窍，他喷火的时候躲到他的头底下就对了，然后就可以拼命的砍。水幻村好像有个任务哎、欸，到底是？哎、欸，这个我好像无主猎犬，这个我已经破了吗？哦。
为什么水问村里面怎么都没什么东西啊？我还以为会有命道嘞。哎，他怎么又复活了？哎，也没有给水。哎，可是之前怎么有给水 ？Why？ 这次怎么没有？啊，就只有这只乌龟而已，什么都没有，太远了。隐藏的东西，我只是还没有收拾出来的。哎、欸、啊，对，上次跟他去的时候，那边那个点我也没开。看王城的下水道也太讨厌了。我还想说什么东西叉叉叉叉叉的声音，原来是怪物爬楼梯上杠。
欸，奇怪，不然我是哪里漏掉了？不是说我已经全拿了？好热，东塔。这个改中塔有什么东西啊？改中塔、啊，改中塔要去白金村的哦。啊，不是啊，他有东西可以拿。什么东西啊？记忆石啊，我记得没错的话。记忆石不是改中塔，记忆石我在别的地方拿过啊。他这个要怎么上去啊？没有看到楼梯啊。记忆石是改中塔、啊，我记得我有拿，我在上面好像有拿到记忆石。哦，是啊，我记得我是在别的地方拿的、欸。魔法师塔也有。哦，原来他是要从边边跳上去哦，我就觉得奇怪、啊。没有，你可以用魔法，你可以用魔法进去啊，他会有梯子放下来。啊？用魔法进去啊！如果你不能放魔法的话，你就看可不可以从马用马从边边跳。有马是可以的。然后给这么多记忆石要干嘛？靠腰啊！哎，我来。看起来就很特别。并看起来有虾米蛙哥，他、啊、这里的那个怎么那么沼泽，那么毒？哎、欸，我、哦、已经到另外一个区域了哦，这里算是另外一个区域。
我有看到那个水晶人哦，打他，完了，完了，完了，刀枪不入，再玩怎么玩啊？直接把他砍到爆不就好了？我只有打刀哎，然后魔法也没用。他们到后期都变小怪了，一直狂出哎。他连一个区都可以连续出三只结晶的，而且还是小怪而已。对啊，这个结晶的是小怪啊，no。哎，打完了！我原来这边原来是通到这边来了。哇！恶兆之子蒙格，干！这个比例做得很好哎、欸，干什么？蒙格又出来了，打他啊！靠！这里，我带他走这么远，我靠！女武神的法术好猛哦，打掉打掉王一大格血。发现这游戏的支线超级庞大的，对啊，黄金树的恩惠加一耶，水哦，但是对我没有用。王城下水道破了，
终于可以离开了。诶？先写神庙的那个蒙格啊，给50万的经验值，对不对？结果下水道的蒙格才给10万而已。啊？为什么？啊，因为不是那个不是主那个吧？不是他的主要支线吧？一样有跳成就。就是两只、啊哦、蒙格的成就。哦，这里它会有。可是我感觉下水道这一只比较强。为什么？啊，因为地形的关系。没有没有，它打人也比较痛。是啊。靠腰这么胖的体型，居然还会爬楼梯？你不要看人家胖就觉得人家不会爬楼梯好不好？干追风会爬楼梯吗？哈，说、啊，干追风怎么不会爬楼梯？为什么他会？干人家又不是瘸的啊、欸？人家是猪猪哎、欸，为什么猪猪会爬楼梯？你不是最喜欢猪猪了？对啊。哎、欸，我看到了这个 N， 这个 NPC 就代表那个少女，这个蛇的少女应该在这附近啊，我都没有看到了。无意间看到了 NPC。你要去火山关底了吗？不然去捡那个项链任务干嘛？没有，我想说，反正就顺路就顺路就先截起来了，不然之后忘了很麻烦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我找不到那个女生站在哪里，搞不好你已经解完了，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应该不太可能，我根本就没有看过那个。我连那个房子都是第一次找到的、欸。话说那个任务不知道是不是有 bug，、欸、我解到最后的时候，那只蛇女自己消失了，然后我人在火山关底就没有，就再找不到它。后续我也没办法解，就想说算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是只是，哦，你是说他？你已经告诉他真相了吗？告诉什么真相？他早就知道他自己是蛇了。我在火山关底打完，还没打完大蛇之前，他就已经先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打完大蛇后，当然更看不到他。他好像会离开，确实，他好像会离开，他会到别的地方去。你可能要去那边找他吧？没有，我大蛇打完。啊，你大蛇打完了、啊，那应该，那可能找不到了。我把火山关底里面的人通通都杀光光。Why？ 因为那全都是蛇、啊，就直接把他们砍死。
深根底层要怎么去啊？都找不到路。我已经过下水道了。真的好讨厌这边的地形哦，九弯十八拐，不知道往哪里走。应该是这里。讨厌，我很讨厌跟那个骷髅的指示走的那个，哎、欸，那个也不算是骷髅吧，反正就是有一个金色小人会带着你走路，哦。那都是支、那個，它都是支线而已，那个主线就不会遇到了。对啊，那个重点是要走路很慢啊，然后经常会带你走一堆怪的地方。我教你啊，用你的巨根把它打开就好了，它就会走怪了。对，那怎么走到绕路了？哦，原来这一条是通往这里。哇，那一下，哦，这次应该是他带我走最远的一次了。第二带我进什么宝洞或者是什么陷阱？哎，在前面这里哦，我看到了。我靠，这个不仔细看还真的看不到这个洞。哎，话说我把那个叫老翁的打死了，然后他给我一顶老翁的面具。啊？长得很像你。我也打死一个叫老黄的，长得也很像你。啊，没有，他真的叫老翁吗？你还没打碎心吧？对，还没。对啊，你如果打了的话，他就会出来帮你了。他是真的叫，他是真的叫老翁，但是里面没有一个叫老翁的。哦，这个哦，这个看起来不一样哦。对哦，不一样哦。原来是跳在石头上面。原来这边跳下去会死。只要有任何疑难杂症，跳跳看就知道了，有没有问题？不需要，它有一个方法，你把那彩虹石丢下去，如果彩虹石发出声音的话，那表示那下面一定会摔死的。我去查好了，不知道怎么过去。深根底层。哦，原来不是从下水道。毛豆腐应该是最好的东西了。
哎、欸，原来真的可以下去哦，我还以为是假的。哇，这个下去很刺激哦。